近日，北师大海沧附属学校的女体育老师林忆莹被学生们晒上微博，奉为女神。这是我的体育老师啊，真的太美了。她穿运动服还没什么感觉，校庆的时候穿上制服，我当时快喷鼻血了。为了她，体育中考死活都要满分。林忆莹也在网络上迅速走红，不少网友纷纷表示要到北师大附校当学生上体育课。如果当年咱的语数外老师都这么美，北大清华还不被咱包了？据了解，林忆莹出生于1989年，毕业于吉米大学短跑专业，今年9月起在北师大海沧附校任教，之前还曾在厦门卫视担任记者及主持人。娱乐99整理报道。